你惹回来了，这满面春风的样子。喂喂，收收笑脸，你看看周围的女生都要流口水了，都不带理我的。这变脸的速度比分数还快。我宣布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，我们班的女生应该要出场了。我的天，超短裙，这个班的女生怎么那么亮？哇，一个个都是大长腿，这才是青春少女。大家都热火朝天的热热闹闹，怎么就我感觉凉飕飕的？这熟悉的背后像是刮阴风的感觉，那不成又是……果然，放松，放松，宁神，三千米可还指望您呢。下次。宁神，下次怎么了？下次不要挑这种衣服了。好好好，下次衣服都您来选，你喜欢啥款式就买啥。宁神，太恐怖了。开幕式到此为止，老师们、同学们，大家都辛苦了，请大家有序退场。开幕式终于结束了，可以休息一下了。裙子太短了，坐下来就该走光了，先站着休息一会儿吧。是你？你找我？遮遮。给外套我遮遮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是要我遮住裙子吗？可是，男生的衣服不太好。不用了。他为什么说不用了？他是觉得拿一个男生的衣服不好意思吗？拿着吧。怎么，你嫌我衣服脏啊？我昨天刚刚好洗过，很香的。听说你们女生穿短裙膝盖容易着凉，你还得给我做后勤呢。你要是着凉闹肚子了，谁来给我送水啊？谢谢。他怎么那么瘦？衣服系紧之后腰更瘦了。他真的有在好好吃饭吗？今年的运动会好像比去年有意思。和他这样安静独处的时光真的让我很享受。去年的运动会你留下看比赛了吗？没有，跑完800我就回去了。你刚才跟我约定好了要留下看比赛，不会一会儿溜走吧？不会。会替我加油？会。可以提一个要求吗？什么要求？我希望一会儿3000米在终点等我的那个人会是你。啊，奇怪，白皙不是他们班的体育代表吗？苏慕远现在正在关键时候也不来加油啊。这个会有很多女生在终点等你吧，不差我一个。可是我希望是你。我小叔，你在干嘛呀？快过来。那个，我有点事。这个外套还是还给你。喂，我先走了。真是的，跑这么快不怕走光吗？宁神怎么办？那你去把白皙叫来，白皙来了徐静书一定会跟过来。哦，算了吧，等我把白皙找完，苏慕远都跳完了。喂，我听到我名字了，你们在说我什么坏话？怎么会呢？我们就只是在想白皙怎么还不来呢。真的，不过话说起来还有徐静书，他人呢？